一人柯宇伦在昨天下午3点多骑脚踏车行经台北市南京东路光复南路口附近，与亲共色彩的统一促进党成员发生争执，后来同促党成员将柯宇伦围住，出言挑衅，数次阻挡去路，甚至殴打柯宇伦的头部多下，全程还有小孩在旁目击，影片引起网友公愤。 柯宇伦遭到言语挑衅，数度妨碍行动，甚至头部遭到攻击。你挡到我的路了！快让路啊！快让路啊！从网络影片中还可以看到，统促党成员用脏话辱骂，并用身体阻挡柯宇伦去路，有民众紧急报警，还有一名身穿灰衣的路人保护柯宇伦，还有一名骑脚踏车路过的妇人也停下来。看到前面的人，说这不自卫哦？对，看到一个人影片曝光后，柯宇伦本人在脸书还原经过，表示他对统促党选举宣传车比中指，统促党成员除了也比中指回应，还有5人下车将他团团围住。柯宇伦自述自己的脑袋被打了6-7拳，最后柯宇伦选择不提告，他在脸书写下这是一个文明的社会，我们用选举解决纷争，意见不合我们相互表达，但不应该使用暴力。